真的没有要拖机车，其实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骑着骑着竟然自己骑上前方拖吊车后方的螃蟹夹，机车前轮上了夹子，就这么连带车滑行倒地。事发在台南永康，拉大画面仔细看，其实疑似不想礼让救护车，狂吹油门想要通过，没注意拖吊车已经停了下来，他闪避不及撞上螃蟹夹，网友不禁感叹，其实运气真好，撞上去骨头没断，不想让救护车反倒摔车，真是活该。同样场景换到桃园，粉红色外套女子又在骑车，不明原因突然急刹，害得后方骑士反应不及，车头轻上车屁股，吓得赶紧停车。但悠哉过头，可别像新北芦洲两名骑士，整个人仿佛放空思考人生，沿途逆向跨越双黄线，前方没车放空直行，没想到右边却窜住妇人违规骑车穿越，想贪快的两人不出意外，马上就出意外。新竹也有小货车驾驶逆向超车，遇上骑士违规，从外侧车道直接左转，双方撞成一团。网友嘲讽黑车驾驶夹在中间，简直害怕极了。一个右边超车左转，一个逆向超车，两个都有错，会撞在一起，不愧是命运的安排。专家建议还是要有防御驾驶观念，随时注意行车动向，以免放空过了头，直接撞进医院。记者黄天耀、陆雨欣采访报道。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